林英，卢卡腿瘸了，咱们吃点啥补补啊？那咱们吃照烧鸡腿饭吧。走。鸡肉煎好了，利用。又着急了，还没做完呢，稍等一下。林英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马上就可以吃了啊，林英。好，搞定了。卢卡，你的照烧鸡腿饭好了。卢卡利奥 ，Go！ 李勇，回去吃李勇，李勇回去部长。好吃吗，卢卡？卢卡的脚基本已经康复了，是不是，卢卡？卢卡跑了。脚是不是好了？啊，好了。
小已经好了。